这里想强调一点，就是办好自己的事呢，是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最大底气。中国全面的建成小康社会，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，这是最大的人权工程，最好的人权实践，不仅谱写了中国人权事业的新篇章，也是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，丰富发展了人权文明的多样性，为解决人类问题呢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。